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从长沙回湘西，这次我选择坐高铁回去，感受一下我们中国速度。现在我准备去坐地铁，先坐地铁到高铁站。这里是烈士公园东站，从这里呢，再坐一站路就能够换乘2号线，2号线就能够直接坐到长沙南站了。先买个票，我的票已经出来了，这边就是到长沙火车站去的。我要上车了，这边可以看到有2号线的换乘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因为平常我上班都是开车，所以很少坐地铁。那今天感受了一下，我觉得地铁真的是确实是特别的方便。我现在是在长沙火车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了第7站长沙火车南站，到那里就可以搭乘高铁了。啊，那里有一位穿汉服的小姐姐，好美呀。车来了，欢迎光临长沙火车站，有请。人不是很多，然后呢我还坐到了座位，现在呢就再坐7站路就到长沙南站，就可以坐高铁了。车上这里还有个小屏幕，然后也能清楚的看到现在到哪一站了。我现在应该还有2站，还有2站就可以到长沙火车南站了。好啦，现在准备下车啦。我跟着这些推箱子的人，他们肯定也是去坐高铁的。到这里的人还是挺多的。我要去坐高铁，是这样上去吧。赶紧走吧，只有20分钟了。这边是到高铁站的。现在已经快到12点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赶紧抓紧时间吧。现在应该快到高铁南站了，前面我看到有个高铁南站进站口西广场，应该就是这边吧。这里坐电梯上去，乘客还是挺多的。我买的票呢是在 B17 的检票窗口，现在我要去找这个检票窗口，往这里进去。我应该要到那边去找。现在买了高铁票，不需要拿票了，只要拿上身份证就可以了。好。行业失败的旅客上，带上身份证。行业失败的旅客核验通过。人工通道。这里是过安检的地方。我的包放上。嘿，好久没出门了，体验一次坐高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坐高铁这么方便。哦，我看到 B17 了。啥意思？B17正在检票，自助检票。啊，快点了。是这样吗？哇，到站台啦！哇，已经快要开车了，赶紧上车。
三车。三号车厢。7F 7F 对，在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小桌子，这里可以放一点水壶啊什么的，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插座，可以插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。现在已经开车了，我乘坐的这条高铁的线路呢叫张吉怀高铁，刚刚开通了1年2个月，是一路向西经过我们湘西的一些景点，比如说张家界啊、吉首啊，还有凤凰，还有这个永顺的芙蓉镇等等等等，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我们湖南的最美高铁。现在是到凤凰站了，到了凤凰应该就快要到吉首了。凤凰站好多人下车啊，应该都是到凤凰来旅游的。好，现在到吉首啦，我要下车啦。大概是2个半小时左右吧，我就已经到吉首了，高铁真是太方便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以后回来都坐高铁吧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吧。